教大家怎么去发这种迷惑性很强的这种反手发球，猜不到的反手发球，它其实是比较好发力的。所以我们在发的时候啊，你在抛球的时候，咱们这个板型啊，大家从这个角度看，我这个板型其实是比较平的，我是接触到球的右侧下部，然后加上我的手腕在击球瞬间有一个这个向下砍的一个动作，这样就能发出来一个侧下旋球。大家看，我如果把这个动作分解开啊，第一步我们是直接向下砍，手腕直接这样斜一点板型，直接向下砍。你要想增加它的迷惑性，你砍住球以后，球已经出去了以后，我们把第二下是向上，向上的这个假动作给做完就可以了，然后连贯起来就是一个迷惑性非常强的一个侧下旋。我推荐大家多用反手发球啊，对于你下一板进攻啊也好，或者你还原也好啊，你时间上非常的充分，而且相对来说发起来比较简单。刷国球会还是你会看？